哎，我也是呢，我发觉我最近做了10年了，做了好久了，感觉全身都酸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不爱大弯腰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个秘方，什么秘方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来做一个柔软操。好好好。对呀，只要大家做个柔软操的话，身体绝对会棒极了。真的啊，对呀，赶快，我们所有全部站起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呢，就来带这个健康柔软操，跟着我一起唱哦。好，好，来。